我现在就说你应该是很紧张吧？对，就是一直人会一直翻腾这样。那我一直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紧张的人了。你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但是因为我练了十几年瑜伽之后，让我越来越懂得怎么跟紧张相处，所以基本上我已经很少有那一种那个心跳有超过那个跑三十分钟的感觉。啊，今天就是有那种感觉。对，就是觉得一切就是 amazing 啊， wonderful night。我记得一两周前我们碰面的时候，你跟我讲一句话说，你一直觉得你没有代表作，现在终于有代表作了。算是，但是我还期待我下一部代表作。那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应该讲说，你之前啊，就是演了那么多戏啊，那对于你这次就是演出《幸福城市》的这个角色，王姐这个角色，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应该讲说什么样让你可以去胜任这个角色？我最近最常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没有不好的演员，只有不做功课的演员。你真的把你想尽办法把你可以做的功课做足之后，你再没有天分，你再不会演戏，至少都可以演好六成。那剩下那四成，真的就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讲，做功课是我必要要做的，然后剩下那四成就是交给导演跟我的对手演员。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导演，然后非常感谢跟我就是对手戏的张毅，我也很希望说他大会会得奖。好，现场的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你们都围过来了，没有没有，就把它放走了。来，我现在在，要不要找我先跟我一起拍照？对吗？好吧。可以啊，好，破例啊，这次来。然后那个讲座啊。对对对，要换角度了。